Cucu adat masarutan menajak kawean sekawengan kebajan aki autanumun yang menak pemukaran ngemen yang menak peperuan ngemen ayah nanti majak kau acan hari nama acan rame dan nungkin agam。2018年8月4号，屏东县太武乡嘉平村散溢着浓浓的排湾族传统味，歌颂王族的歌谣从掌门头目殷如家的门外阵阵响起。坐落在屏东县八个山地乡中间地带的太武乡嘉平部落，是太武乡行政区的所在地。乡公所、卫生所、国中小和文物馆都在这里。配合沿山公路辟建开发，这里的道路成为最夯的山区单车道，甚至被指定为单车竞赛场地。话表明这里是个种咖啡的地方，也说明这里是排湾族古老的部落，拥有太阳与百步蛇的故事。巨大的雕像是嘉平部落掌门头目家族金鹿家的祖灵柱牡蛎蛋，已经被文化资产局认定为国宝。原来是在旧嘉平金鹿家屋的祖灵柱原件，现在在台大人类学博物馆，留在嘉平的是复制品，仔细而繁复，写实而式样化的图文具有代表性及独特性，并承载着有关嘉平社的历史文化脉络，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首长排湾语称嘎比亚安，嘉平部落的名称是嘎比亚安，就是指首长新的部落，因为那里的地势平坦，就像是手掌一样。嘉平部落是排湾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居住在南方的排湾族多指嘎比亚安是他们的祖居地。这里是旧嘉平，位于林边溪的上游，瓦鲁斯溪的右岸，北大武山支脉加走山脉西南侧的山腰，海拔在800公尺左右，地势平坦，与我们的右手掌很相似。台湾语首长叫 Gavianan， 取其谐音 Gavianan 为部落的名称。日治时期大约民国32年，日本人建议迁村到杜鲁岸。这是掌门头目金鲁的家，十年前取得文化部的经费挹注，依照原来的样式复建，屋内的摆设也依照日治时期的照片复制。入口的木雕柱、谷仓前的木柱、屋内主柱、屋檐下的岩板及室内的壁板都等比例复原。壁柜上的壶是用玻璃纤维复制，由嘉平国小的毕业生送陶壶到这里，六颗表示六年。不同的地方是复刻的牡蛎蛋祖灵柱比原来的高，所以整个房屋加高了，并在原来石柱的底座垫了木头。金鹿家的传说，有个太阳的孩子取名为阿达阿达，出生时人民预备了西尼桑嘎拉瓦杜纳曼安好多礼物来迎接，但到死都没下过床，也没张开过眼睛。
死亡的时候直接埋在床的下方。传说中的太阳之子 Ada Adav 就葬在这里。李马达干家的巴黎和拉吉纳兰家的麦丹两个人赴约，因当时的情况，没有人知道被荷兰人带去以后会如何，大家都担心因此不会再回来，所以头目特别赏赐土地和服装。每年的七八月，嘉平青年会会办理文化体验营，又称为山训，以旧嘉平为基地，用三天两夜来体验传统生活中的狩猎、砍柴火、采集野菜、炊事，也进行部落巡礼、花环编织、胆识训练等等，到现在已持续有八年的时间。从一开始的二三十人，到2018年的80多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有许多是其他部落或来自国外的人。琴柴的砍法有规定，头尾必须有刀砍的样式，所以特别用锯子锯斜，看起来像是刀砍的。就等于说给大家做这个。女生有些人制作头饰，有些人学习做阿歪，边制作边唱歌，把台湾族妇女边做边唱的情形纳入体验的项目。学习杀鸡的过程引起骚动。比这个鸡，哎呦，它在假死状态。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它的脚，不要不用动。有了，你这个专业程度有了。闭嘴，闭嘴。这个很舒服啊，碰到你的皮肤特别舒服啊，是吧？小心哦。嗯，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这样，绝对不会。别爽，我会很爽的。泡澡了，就一边而已嘛，不晕了。讲一下发生什么事。你自己讲啊。自己讲。对那个。因为被那个咬人狗咬到嘛，然后咬了，然后就它会刺痛的，所以就用这个叫什么姑婆玉的汁去涂，就可以缓解。夜间体验项目，成人安排夜间狩猎，所以行前要清枪试枪。青少年和女生是安排胆识训练，一个人只带一个烛火、打火机和刀，独自走夜路到指定的地点拿个东西回来，途中会经过坟墓。但话说起来，部落的遗址都是墓地，因为台湾族的传统是室内葬。哎呀，等一下，我东西请那老板走原路啊。我刚刚闯灯了。我的家族名字是杜老人啊，我的族语名字叫姑依，我这次来山训是为了增加我的胆量，还有保佑我们其他胆训的朋友。
生气，刚才说风险了。我第一次打到他的。没有，这是运气，真的。因为那，因为我们怎么讲，我们就看到好几次，可是没有机会打到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被让我们打到。是啊，怎么十年了呢？没有顺利啊。耆老们说很幸运，近十年了第一次猎到山羊，往年都是飞鼠或野兔，部落的人用酒接待猎人。针对猎人分享猎物的事情，青年会会长针对围着火堆的青年们传授部落传统的分享概念。一般人的想法是我打到的嘛， 猎物是我打到的，这样照理来说他要拿走我们也没有怨言，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运是你们给我的，这样我很喜欢刚刚那个长辈所讲的，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社会的压力，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你们会遇到社会的压力，你们会遇到金钱的压力，当你们遇到现实的压力的时候，你们还愿意去分享你们的身体的时候，把你们身体奉献给这个部落的时候，那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像人，才会朝向我们青年会的古训，对吗？我们一直长辈一直说巧巧舞嘛，巧巧舞就是你要像人嘛，就这样，对吧？你放旁边那个阶梯那个，我要来这一把哦，你们以前的全部这样子东倒西歪，比喻昨天是你妈哟。清早起来整装，准备攀爬旧家庭部落的制高点，海拔1042公尺的桑留守山。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得蛮远的，都可以看到旧王安、旧太武、旧嘉兴，这个是我们嘉平部落的很重要的一个制高点。然后各位身旁的这个竹子呢，这个是火广竹，也是做笔底的。最后一天的行程，古道巡礼，沿着尚未开路前的千村古道返回现在的嘉平部落，途中先到祖灵祭坛祭祀，狩猎前也要先到这里祭祀。这个路程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预计在下午3点到达部落。在雨中行走猎人的路，边走边唱，看不出疲态的神情，尤其走到部落的入口时，慷慨激昂，就好像刚刚起步，部落居民的掌声仿佛在欢迎打了一场胜战的团队。再打过来。
好，大家听，听不乱。往右边，好的，来。小心，小心，加油！你站。一二三，喂，小心，小心。树立王族旗，宣告祭典时期正式来临，唤醒部落的人记得回家。参与到部落，那再几首歌。跳起来！好，把你们最近练的歌表现出来。好，青年会七八月是月季，几乎每天的活动哦。我实在第一次感受到那种部落青年的团结，尤其就是像刚刚上一位讲的，在从翻彩琴彩下来的那一段路上，那个荣耀感是很难在平常生活中感触到的。那这也蛮感动，也蛮感谢大家，那也辛苦了大伟大伟。那谢谢平哥大的同学们哈，他们这次的任务呢是跟我们协助我们调查这个我们家庭的传统领域。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他们，鞠躬。我很感动，我们从开始我们的社区协会做传统的复振，一直到现在越来越进步了，从一点点的人去山上探险，一直到现在人数越来越多。我希望明年的时候能够戳破到百人，我们嘉平村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丰年节，我希望你们能够回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马吉马里，谢谢。等一下来看你们哦。法蒂玛圣母堂于1953年12月落成，这是台湾原住民地区首座天主教堂。我们在做那里卡卡维安那，卡西做马蒂亚圣父阿马克亮，那个在尼卡尼卡诺卡梅亮图安马尔诺乔乔安，奥蒙奥蒙哎呀卡梅蒂亚。感谢你们，把提起大家，提起大家，把本大家外国人呐。1953年迁到这里以后，当时万金教堂的信徒潘平生与嘉平金如家头目马 Love Love 熟识，经由他引介天主教堂的包德良神父，之后双方就互有往来，头目也到万金教堂做客和参与活动。头目和家族在1949年受洗成为教友之后，更是积极协助天主教的传播。Aba na sini ay buang at ay chua kaya alang tuha. Na di mo makangangan tay chua kaulita na chimas. Katawray ay ay chua ni kina si kuda-kuda kina charisya na na ay chua yan. Na ini ay kaulita na chua ni kina kakuda na ya. Kaya ba na sika kaiwa matajua ti inang apay kimea pichura paulita na chimas sa utatay inay maliwalibangan.感动的，大家认为，你看我几多开，你看我一年呀，你看我五月呀，马萨罗马库列都在开。法蒂玛圣母堂的建地是由头目奉献的，所以就在头目家的旁边。改信天主教以后，禁止了所有传统的祭祀，他们说所有的法器都送到万金教堂。收获祭以及祭祖灵的仪式都先在教会完成，再到头目家聚会。
yang mana yang baca dijual yang mana masa rute yang bertanya patah berakam bertanya kini rumah juga tak sinji yang apa bimanya kiyukaya oh itu kiyukaya yang apa kaya ada apa azan ya kiba ngapa azan ya apa ada itu si cuaya na cawu cawu nama yang tanya potikat tanya kiau tu cemas kaya maju a cuciin saya oh dah kau tanya kiki waktu yang masa ini ada tanya pusang nama yang akan maya utang mama jam na utang makku kujiko
传统收获祭的祭祀改用弥撒来缅怀祖先，但在弥撒的过程来看，似乎没有漏失掉每个环节。祖灵柱、燃烟引祖灵、供奉、成年礼、增加能力、煮新米、头目家设宴等过程都还持续着，感受上是信仰正延续着传统文化。现在正在新建新的教堂，2015年发包，建地2000坪，圣堂主体500坪，可容纳1500人。就地取材，入口两旁矗立国宝文物摩盖和牡蛎蛋两尊祖灵柱，传说堂内的设计也将充满台湾族气息。祖灵柱的复刻以及教堂内的装饰，让蔡国一先生细品传统工艺的精髓。他原来主张抛开传统的束缚，走当代的路线，但是神父要求他找出传统技法，因此感受到传统刀法的意涵与技法。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做教会的手手烟，就是那个材料嘛。做一做之后，神父是要求我不要有自己的创作的，就是按照原住民的东西做起来。都在那个陈启禄老师的那本，沈老师给我到现在都没有用过，都不喜欢里面的东西。啊，后来这样子，这一年之后有点迷上了。原来自己有名台湾族的原住民的雕刻也是很漂亮的。天主教会的发展与经营，提供了原住民现代知识与视野。神职人员尽力还原历史图像，让基督伴随着传统文化永续发展。这是报信的流程，青年会分组从部落的各个道路呼喊，代表收获季开始的告知以及邀约。献给祖灵，给天神。天母那达拉巴巴，你要马得地达达罗斯。
tujuh adab, masyarakat menada kawengan, sekawengan. Kebajikan ke altar umum, dan mana pembukaan yang aman, dan mana peperuan yang aman ayah nanti macam kau. Ya mana, macam tu.每个家族进场前先鸣枪呼喊报身份，之后带着一年来的农产品进场。我们明天中午从早上开始，我们会用最原始的做法，不用瓦斯，不用油啊，自己啊烹饪。董事长，拜了。哦，队伍中有我们第五零号，也是我们彭元璋，我们台大的教授，彭元璋教授也在那边哈。我们隔壁部落汉人的部落哈，也参与了我们今天的年纪，来，我们汉人部落问津的。马西打过你们们，哎呀！哦哟哟！好，我们进场，谢谢我们万金的亲友哈，我们万金的亲友，我们跟万金的姻缘真是不断哈。从我们宣教到我们家庭，也是从万金开始的，就是从他们一起的进来的哈。好。感谢我们的族人，就是说，云都，我们只是住在这里，但是云都的家是我们全族人、全家庭村的家。头目的家不能关起来，要永远打开门。哎呀！Pinahatu mak terlihat, awak itu di tiro, sekarang ini nak dimulai.
sunah wajah kami mandi. Lagi membuat menghulu macam kita utah mandi mandi asuh kedirat kalau menakar si tempo. Ini kan nak hotel dan yang hajaran mau macam ni tempo jangan yang mai dan ini irauran ini nagan. Uri melodi yang hon cina menurut ajar nasional tempo. Uletna macam kecil lah, benda dia kayak ada terlalu macam, malah cuma telefon. Abilau si terpicur tadi mana pasti tadi kau mereka o ada kau mereka o kakak si si.上午的行程在联欢舞后告一个段落，一起享用金鹿家准备的风味餐。这是送情柴的活动，就是送柴火到心仪的女孩家。过去排湾族的社会，在还没有使用电灯及瓦斯的时候，送情柴是平常就有的事，利用晚上偷偷送到女孩子的家。所以一户人家堆砌很多柴火的时候，通常就是家里有小姐。这户人家住着台大的学生，所以有很多人表达，但是因为害臊，正面都不敢看着对方说话。雷雨交加，但是没能阻挡青年会的兴致，扛着木柴，唱着歌到心仪女生的家里。逗趣欢乐的成分居多，但也是有趁这个时候认真表达的，家长们也参与其中。Stop it!
送情柴与现实生活已经很难连接，感觉上好像是为青年会举办的活动，但是从推动丰年祭及文化复振的角度思考，却是企图要找回排湾族传统社会中强调的团队、服务、敬老尊贤的美德。掌柜的叫起来吃吧，你要哪个就过啊？大家去当铺。给他一下饮料，给他饮料就够。最后是送情柴到金撸家，表达情爱的人也具有贵族身份，除了带情柴之外，也准备带有树叶的木柴，表示遮阳的意思。大家早安，来，那马丘大家，那的马巴大家，一牛人安，哦，我们的树梢哈。送情彩的方式是，把比亚亚就是照顾式的，照顾式的。然后呢，以前在过去的时代，男生女生哈，他们的谈恋爱的方式呢，都是一群一群的。哦，一群一群的，几乎都是男生一边，女生一边哈，没有单独的哦，没有单独的，没有独处的哦。不要抓人家的嘴巴，没有礼貌。好，来，请君彩，来，君彩送给我们的，感谢。这个希望君君能够好好留存曾经挚爱的男人。好，握手。送情柴的活动就在金撸家的庭院，唱情歌，请吃阿歪，赠送缩小版的情柴当纪念，其中也设计了一些有趣的桥段，热热闹闹看起来逗趣，却把传统的精神含在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古谣唱得很传神，文言文的歌词朗朗上口，这些歌谣即使是现在的年长者也未必会唱。家平部落的青年会分成人、高中、国中以及小学的等级。虽然有头目的身份哦，但是一样哎，归属。来给他祝福一下，机长。
参加这一次青年会训练的有来自其他部落和其他族群的人，有一位来自澳门，已经持续参加5年，他支持并认同嘉平部落。青年会长说，如果他完整唱完王族颂，就给他嘉平部落的身份。来，大厦，大家好，他是八班武艺，他是非常一个强的青年哈，他的执行力也很强，叫他做什么的话，他大概都忙不了他哈。他目前的工作是个人工作室。有时候会可能会去新的单位还有不一定，成为嘉平部落的一员。你是外国人，你地人，你住地方，只要是我们外国的人啊，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一幕感人的画面是部落的人为他准备整套的服装，由代表主席帮他着装，陆先生喜极而泣，泪水不断的流。仪式的最后是少女成年的仪式，把布瓦茨瓦茨佩戴耳环的仪式。帮他配上这个云肩怎么走进来？慢慢的把云肩。2015年9月，嘉平部落合办台大国宝婚礼，族人希望借由国宝祖灵柱摩盖正式嫁给台大，以婚姻结盟的方式建立台大与部落永恒的连结，让台大人类学博物馆此后是国宝祖灵柱的家，同时复制一件四面木雕祖灵柱，永久留存嘉平部落的头目家，象征部落历史文化记忆的永续传承，表现文化平权的关怀和部落文化的智慧。台大人类学博物馆取得文化部的资助，把过程制作成纪录片。因为纪录片的拍摄需要部落配合展现传统仪式，因此衍生了文化复振的动能。嘉平部落青年会更积极推动文化复振的工作，成立8年多，结盟的兄弟部落扩及屏东、台东等地区。部落的耆老们特别赞赏部落干部们的努力，把传统的仪式传承下来，特别把24组王族颂的颂词传唱给年轻人。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大，也考验着排湾族原有的阶级制度，但在嘉平部落，由天主教和青年会正面而积极地推动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复振，展露了传统文化活化的曙光。